就是有关戏曲的起源的问题。那它的前提就是应当先弄清楚什么是戏剧，什么是戏曲小戏啊，这两个前提如果弄不清楚，那么戏曲的起源呢，就不知道如何探讨，因为没有定位，就各说各话。我曾经呢，把学者啊所探讨的这个戏曲起源整理一下，就我所看到的，各位相信不相信？有22种不同说法，你做梦没想到它都会有。那为什么呢？就是一个道理，很简单，没有先弄清楚你所谓的起源到底什么叫做起源啊，所以就有些学者把那个戏曲元素，构成戏曲的元素，当作戏曲的起源。各位还记得我们说过，我们给戏剧的定位是演员、装扮、演故事。那演员必须要装扮，所以我们只是说演故事，对不对？演必须要有人嘛，那人一定要装扮嘛，一定要故事嘛，要不要观众啊？没有观众，你不是你在那边这个痴人说梦啊，对不对？啊、哦，会不会有剧场啊？没有剧场，你要在空中当孤魂野鬼游来游去啊。所以你看看，像这样一个演故事里边，其实所包含的元素就是什么？演员、装扮、故事、剧场、观众。这五个元素是必备的。那戏曲小戏呢，和戏剧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戏曲小戏一定要歌舞，甚至歌舞乐，它的美学的元素。还有一个很重要，就代言体啊，不是叙述体的。所以拿戏曲小戏来说，演员、装扮、歌舞乐啊，然后代言体、戏剧、剧场、观众，你看这那么多元素啊。可是因为它是一个雏形，这元素都是简单粗糙的还是复杂精致的啊？简单这个粗糙的啊，和后来的大戏啊，后来大戏事实上只加了一个讲唱文学，其他都一样，可是截然不同的就是一个呢，它是简单粗糙的，一个是发展精致的，这个大戏小戏最大的分别。你看，如果像这样子，因此呢，有些就用歌舞说啊，歌舞是戏剧的源头。有些呢就说说唱是戏剧的源头，有些呢就把这个什么呢变文啊，说唱片当源头啊，啊有些呢这个把宗教的仪式，事实上是宗教的仪式场合，等那个场合里边啊，那个酝酿温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总结啊。这些古人的说法啊，我就说了简单的一句话，我没有把这些拿出来给各位污染啊，污染你们啊，没有啊，所以你们知道就好，就是瞎子摸象，瞎子摸象，这个你看多少年来啊，就是因为在自学的态度方法的逻辑没弄清楚。
这个前几天呢、啊，我们中文系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啊，那么因为纪念了、啊、杨成祖老师的，杨老师呢，很遗憾啊，来不及看到大家为他献出的一个学术会议啊，他就在不久以前去世了啊。那因为呢，他曾经希望我给他写一篇论文啊，那我和他的交情，我对他的尊敬，所以呢，我才很魄力的在这种场合，我也写了一篇，结果写出来啊，没有人能够审来当讲评，因为呢，目前最活跃的都是我的学生啊，那比较老的只有一位呢，汉罗是多年的朋友，洪维柱教授啊，那可是呢，里面我就请他来讲评。可是呢，他就逻辑性很不高，我就不太愿意来批评他了。啊，你们还记得我说过一个很症结的问题啊？我说古代的这个音乐，古人音乐的观念非常缜密，对不对啊？由心触动了外界的影响，心里边就是有感觉，就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志，志就是心之所向为志。比如说我立志什么，我的心就是要我往这方面去达成。所以心志，那么有这个志呢，就要把它怎么样，用语言表达出来啊、哦，那就是诗啊、哦，用诗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诗呢有语言旋律啊。可以吟咏就出来，或者歌唱呢，满心而发，四口而成的歌谣就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声，啊声，啊用一种有语言的那个美文，比较美的文的诗，啊，就是这个声。那么声呢，是满心而发，四口而成，它呢？慢慢的就有人工给它修饰，给它这个美化，给它隔离，声成文谓之音呐、啊，啊，这时候才音，音就是有一种隔离的音。如果这样还这个什么呢？不够，啊，就守着五支导支，那个五支导支是自然的节奏，对不对啊？自然的韵律，就是类似。原住民的土风舞，非洲土人的那种踏舞，啊，我们这个唐代以前就很民间很盛行的踏歌，啊，你们都会背一首诗吧，刘禹锡，啊，什么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踏歌就是踏谣啊，啊，一边踏地为节唱歌啊，啊，东边入处，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各位都会背，那是那个踏歌的踏，就是我们说肢体的自然韵律。这个自然韵律只是一种节奏性，有没有像昆剧或者是舞蹈的那个？四肢、五体、眉目之间的所谓肢体语言呢、啊？肢体语言就是含有意义的，啊，所以踏之后，再进而为舞。那么舞蹈，啊，这样已经有歌、音乐，啊，不歌。歌声音踏舞这样的过程里边，如果它融入一种这个什么呢？仪式里边来展现，儒家很讲究这些，啊，他就会拿着这个什么呢？孔雀尾巴的笛，对不对啊？就像什么？祭孔大典里边的，这就文武，对不对啊？
或者呢，像鸿门宴里边项庄舞剑，拿兵器、拿盾、拿干戈来舞蹈，这叫舞舞，用文武舞舞来完成一个这个什么呢？节奏，完成一个典礼啊，这样才叫乐之成，这样才完成了乐。所以从声音到乐啊，是加上歌舞在里边，加上仪式在里边。因此中国古代的乐在儒家，他就给他这个什么呢？给他和政治挂钩啊。这个政治里边就有所谓儒家的那种这个化成的天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个乐如果是不良的，社会国家怎么样，政治就败坏。如果是好的呢，哎，这个乐就会象征这个盛世之乐、衰世之乐啊，这是整套的。你们郑老师呢，是从《尚书尧典》这个诗大序、《礼记》《乐记》啊，各位知道古人的这个文献的这个展现是完整还是片段的啊？片段的多，你必须把它组合起来，让它相得益彰，互补有无。我把这个呢列举出来，他说哪有声和音不一样的？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呢？啊，那明明写声和音是差别很大的，啊，他说那只是一种说法，啊，古人的一种说法。我就向他说，对不起，这是曾子曰。古今没有人那么说过，把它串成这样一系列的分析是我说的，不是别人说的。说这个要逻辑，这个逻辑不清楚啊，自学是没办法啊。我没有说我那个朋友是自学啊，没办法啊，只是说啊，他有时候欠缺逻辑的考思维考量啊。我为什么要那么回答？因为不这么回答，好像我古文都看不懂。那么，因此在戏曲史的研究里边呢，那么吵吵闹闹一大堆啊，你看22种，几乎我的好朋友前辈的没有不讨论这个问题。那我来分析。他们有5个大层面，这个我有一篇文章在《戏曲源流新论》里边，就探讨戏曲源流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批判这个近代学者对于戏曲渊源说，他们的盲点、他们的不合乎逻辑，那么应当怎么样处理？应当怎么处理？道理很简单，提出了小戏大戏，大戏是发展完成的戏曲，小戏是戏曲的雏形。在戏曲的雏形的小戏之前，还有一个比它更早，不是用代言体，但是也是表演故事的，那就是戏剧，对不对？戏剧这个概念出来以后，我们对于雏形的要件有了，我们就可以容易定位。因此我这一篇给各位的讲义啊，先秦至唐代戏剧与戏曲小戏剧目考述，事实上呢就是在说我们可以考察出合乎戏剧、戏曲小戏的剧目有哪些啊？有哪些？那么这一些里边，如果戏剧里边出现最早的剧目，
那他可不可就是戏剧的这个什么雏形，戏剧的源头。如果戏曲小戏我们考察出来是时代最早，那我们就可以说戏曲小戏的这个雏形建于什么时候，它就是文献所见的戏曲小戏的源头，这样合不合乎逻辑啊？这才有定位，我们有文献，而不是捉风捕影、瞎子摸象，啊，各得一篇，啊，不得其全体，啊，你想一想，凡是哺乳类动物，都有雄性的精子、母性的卵，这就是它的两大元素，对不对？这两大元素要不要有一个酝酿的温床啊，才能让它结合演变。而当它从母体生出来以后啊，我拿我们人来说，它就是婴儿，婴儿就是人的怎么样雏形，可以叫人，但是它不是成人，它只是个雏形，所以称作人的这个最早的就是婴儿，而不能说怎么样精子或者卵，也不能说是子宫啊。可是学者就迷乱于这些，迷乱于这些啊，把那个酝酿的温床也当源流，把那个过程的元素也当源流，那这个源流就太多了，太多了。那么到了成人，就是等于我们说小戏到什么大戏的，哎，这些观念呢，目前大陆的学者呢已大概普遍接受了。小戏大戏的观念也不过是两岸交流以后啊，我刚刚1989年、1990年代去，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剧种的观念也不知道，都不一样。现在慢慢趋于统一了啊，两岸在这方面统一了。那在这个我们的这里边，我们已经举出了像方向式，对不对啊？这是戏剧的最早，我们文献上田野考古的文物最早啊，所以把它结合起来，它是3500几百年前呢 就已经有了啊。我们对戏曲这然后以后的像什么呀啊，像那杂技呀、或者傩啊，乃至于怎么样西周初年的宫廷的这个什么呢戏剧，就是大吴之乐，大吴之乐啊，那更加是什么呢？发展到，比较复杂、比较有看头的戏剧了，而最早的这个合乎我们所谓和歌舞乐以代言体演故事的这个戏曲小戏条件的，我们上个礼拜从《楚辞》的什么《九歌》，虽然我们只拿了一个什么呀《三国》来做例证啊，但是定位在《三国》为戏曲小戏的完成，也就是戏曲小戏的源头，是这个缘故啊。那么戏曲小戏呀，完成以后呢，各位，一个越简单的东西，条件比较粗糙的东西，它容易结合成为一个体式，还是条件复杂，每一个条件的元素都是相当精致的，而要结合起来，哪一种容易啊？当然简单和怎么样粗糙的容易，复杂精致的成为有机体很难。
如果拿这观点来说，戏曲小戏就是前者，简单粗糙；戏曲大戏就是怎么样，精致复杂。所以学界里边啊，我都当场看到，在他们几乎要打起来，在泉州啊，学者有时候啊，因论争起来哦，尤其瘦皮猴啊，脾气比较暴躁。我两个朋友，有一个我的朋友，一个我不认识，两个都瘦的，一个高，一个稍微矮一点，哇，那个瘦的比这个矮呀、啊、小的也不气势不比他小啊，就谈。是一元多派，一个源流流出的派别，还是多元并起？多元并起，吵个没完没了。嗯，啊，我在文章里边都写的，没写他们吵架了，但是写说有争论。那个是1996年啊，我带领了一些学生。包括这个，目前的东华大学的尤宗荣，还有现在啊，剧坛这个文坛很有名的郝玉祥啊，等等，有6个学生，去呢参加这个会议，那因为主办单位啊，的那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啊的这个。常务副院长叫薛若琳啊，我们他比我大几岁，所以好像兄弟一样。他也能喝酒，我也能喝酒。我记得这个掌故和各位说过了，我们那一天中午啊，把这个泉州文化这文化局还是的这个官员呢，我们8个人喝掉6瓶。茅台啊！如果现在习近平一定把我们抓，把他们抓去了。那个时候啊，喝到我们进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坐对面，我们非常合作，他拼命往这个什么呢？往后边说是是，我就往前面是是，两个人都在那摇头摆脑打瞌睡啊。但是你们曾老师有个本事，在什么情况？当有人问问题啊，那个主席呢是文化厅副厅长，他呢就说：“哎呀，我们请这个台湾来的曾教授啊，哈，把这个看看他的看法啊，看法就是两派的看法。”我就把刚才那个意思说了，然后我说，在我的观念里边，小戏。是多元并起，大戏只能一元多派。缘故是什么？这一说，哎，就不争了，不争了。觉得我有道理。你哪有那么精致成为有机体的东西，在同一个时代里边，不同地方会同时冒出来呢？啊，冒出来都一样的东西呢？不可能的，不可能。那个大戏能够完成，是要有一个酝酿的温床啊。这个温床里边是要具备各种条件，这一点他们都没看到。而这个小戏就像闲花野草，对不对？到处怎么样？春天一下到处乱开。但是这闲花野草会不会开起来啪啪就枯萎了？所以这个小戏啊，也很多病起，但是真正能够长成树，长成这个什么发展成为大戏的，不多啊，不多。所以就小戏来说，我会把它归纳在先秦这里边呢、啊，归纳成为几个这个什么呢？几个类型啊，第一啊，和农有关系的，和农与结合的，我把它叫农与小戏。
另外呢，是由宫廷的幽人用他的幽灵小事，宫廷的幽人，然后呢，就是由杂耍特技，因为杂技也是表演艺术里边什么大家喜欢看的啊，以它为主要元素的。然后是歌舞小事，各位，挪以幽灵、杂技、歌舞，并不是它单一的元素，而是它元素里边的主体元素、主要元素。因为有主要元素做核心，次要元素集合起来就产生小事。比如说挪移，他要不要有演员啊，他要不要剧场，要不要观众啊，他要不要装扮啊，他要不要故事啊，都要有。但是他凸显在这个小戏里边给人看的那个亮眼的元素，就可以说哦，这个汉宗教怎么样来除邪驱鬼的这个仪式有关，所以我们把它叫以它为主体。同理，因此它这个是宗教仪式。幽灵呢，一定在哪里啊？宫廷官府，尤其在古代是在宫廷。宫廷的幽灵就是为君王提供什么呀？娱乐的，因此他要让君王感到愉快。那时候主要是用嘴巴说的，是闪烁，也就是他用的是这个什么呢？古籍诙谐的语言为主体，来娱乐人主，从中再带领一些怎么样，带给这个君王啊，有这个劝谏的作用在里面，来奉持他，劝谏，这是附带的。杂技，杂技本身一定是不是一般人的能力能够展现出来的啊？不是，杂技是展现他特殊的一种肢体的能力，所以就吸引人。那么以这一些来吸引观众，就带有点故事，这是杂技小事。歌舞，那民间的歌舞，龙弦啊，群体啊，社会的娱乐啊，只要唱歌跳舞，唱歌跳舞里边带有故事性。所以请问，在先秦我把它分类的这四类小戏，哪一种会最多啊？当然是歌舞小戏。挪移呢，因为是出名，比较少的局限的是幽灵小戏，对不对？它只是局限于宫廷，甚至官府都很少，宫廷记载下来的宫廷，官府是要唐代以后，杂技呢，也不多，也不多，成为小戏的。所以像挪移小戏，九歌就是挪移小戏的典型。像杂技小戏，那就是像什么东海皇宫，对不对啊？他老虎和人的这个搏斗，这里边有杂耍特技。
那宫廷小戏真正的完成，具体的完成要到唐代的参军戏啊，唐代的参军戏，司马迁的那个《古籍列传》里边还是幽灵闪烁而已，还没有具体可以说出故事的这个内涵。可歌舞小戏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踏遥梁，踏遥梁。好，请各位来看看踏遥梁。我这篇文章写得很早，距现在恐怕都不知道多少年。你看历史很难说，很难的，我自己的事情我都说不出来了，要别人来写不是也很好。我这篇文章叫《唐戏踏遥梁及其相关问题》。我喜欢呢做学问的，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把它贯穿打通。各位，学术其实就是一个系统化，还有怎么呢？言人所不能言啊，言人不所不能言就是你创出来的理论，发人所不能发就是原来有的东西里边含蕴的内涵，大家没看出来，你把它挖出来啊。所以发明和发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在非洲要挖一块钻石，它埋藏在里边，你把它挖出来是发现，发现，发明是啊，无中生有啊。你懂得把 H2 加 O2 而变成水，这个是你发现 H2 O2这两个元素合在一起可以成水啊。你也知道钙和碳酸合起来就会变石灰啊，这就是你的发明。所以这两者不一样。而学术第一，把原来零碎的系统化，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这个一定要宏观，要逻辑的缜密的这个处理。第二就是创发，第三是什么样？第三就是证物，证物，就大家都那么说，而事实上是错的，你把它纠正了啊。当然，纠正里边还包含怎么样？这个补局就是把人家的缺漏补完整啊，所以这类似这些啊才是学术。那我们这个踏遥梁就含有这样的作用。踏遥梁文献的记载都是零碎片段，我也常和各位说到一个自学的方法。自学的方法里边啊，很重要的就是资料的运用。我和各位说过，拿戏曲研究来说，有哪几样资料必须要考量的？第一是什么？文献资料。第二，文物、考古文物资料。第三，田野调查资料。第四，田野访问资料。第五，就是剧场观赏心得。这五种的运用都不一样。文献资料
请问戏曲的文献资料，由于古人重视不重视戏曲啊？不重视。所以古人呢，会不会好好把有关戏曲的种种现象好好记录一下？不会。啊，常常有的说，今天呢，这个林丽玉啊，从美国回来了，我们大家呢又难得一见了，所以几个朋友就陪他去看戏，看曾老师的《蔡文姬》啊，还没演了，这个姑且说，啊，在台南演了《蔡文姬》啊，啊，有的就说，啊，老师毕竟是老师啊。文采斑斓呐、啊，哦，这个演员呐、啊、都好啊，我们都很愉快。你说这个是不是戏曲资料啊？是资料啊，可是里边得到了只是什么呀？蔡文姬这个剧目，哎，曾老师编的。第三呢，你的感受呢，来捧我一下，就这样。蔡文姬到底是演出什么内容？从历史考察知道大概什么内容，但是在剧场演出不知道。蔡文姬呢，如果他忘了谁是昆剧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剧种也不知道。所以啊，戏曲的所谓文献类似这样太多了。可是呢，如果说游素环也一起去看，啊，他会说这个昆剧蔡文姬啊，虽然是根据东汉的史实，但是曾老师给予他心意，给他一种亲情的这个什么重新的考量啊，那可以不可以比这个什么林丽玉的这个可以互补有无啊？啊，那杨淑娟呢也可以这么记载呀、啊？嚯、哦，那一天观众啊满坑满谷在这。据说在苏州啊，这个郑州演出1600个人呢，没有一个空位啊。今天在台北这个什么呢？台湾戏曲中心啊、也爆满。好，他又补充了这个什么呢？剧场受到的这个欢迎度啊，各位就知道啊，戏曲的文献呢、啊，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啊，古书。的文献也常会有这样现象，学者做学都会碰到这些事情。有的学者怎么样呢？他一定把这些文献里边我所需要的截录出来，用在我的文章里边加注，这是出于哪里？出于哪里？然后呢，又把哪一段加注出于哪里，那用自己的口吻把它叙述，啊，这是使得文章缜密，这个简洁，对不对啊？简洁是好的，可是常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因为自己的偏见，因为自己的能力。重要的不重要录一堆，啊，有偏见啊，明明这个和你的意见不一样，你把它淹没掉，啊，这种学者很多呀，啊，就会产生这些。我运用的方法很笨，最老实，啊，可是呢，也是怎么样？就自学来说。他是最负责任，那就是把相关的资料，啊，因为对这个问题，他没有一个可以做核心、做基础，拿其他的资料来互补有，他都是各个零零碎碎、零零碎碎这样的现象，啊，我就会运用怎么样，叫做资料序列，各位这样。资料序列，什么叫序列啊？按时间排序，
这一段资料出于什么时候，按时间排列。如果同一个时代的呢，你要看看是相关的这个空间哪一个比较贴近，记载的人物，这个记载文献的人物，哪一个人和这个对象密切，经过这样的序列，然后再全面的观察加以叙述，你这样一来，你所叙述的读者觉得说你为什么这么叙述，一看资料都序列在那边，而且是完整的，不是被片段取材的，所以你后边的这个什么呢，推论叙论，人家就容易不容易来判断你的可信度啊，就很容易判断你可信度。你这样子的写作的时候，因为你要反复阅读这些资料，让资料之间互补有无，让资料之间潜藏在里边的容易把它互相激荡出来，会不会激荡出来啊？会，所叙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运用的，各位看看，桃园戏剧中最具代表性的，应当是参军戏和踏窑娘。若论其本质，则其前者是宫廷昌优用以奉献的古籍戏，后者是民间艺人恭维笑乐的歌舞戏。而若与发展完成的南戏北剧比较，则二者均尚未脱离小戏的范畴。这样的小戏虽各有发展，但像踏窑娘那样的民间歌舞小戏，其生命力却更为坚韧而丰沛，可以说历朝历代绵延不绝。本文你对踏窑娘在任半堂唐戏弄及其七响七响的考述之后重新加以探讨，数机有所补正和阐发，而未避免之慢，因此行文旨在表明个人浅见，对于前辈实贤之高论，若无必要则不更予以引述或批判。首先将踏窑娘相关的原始资料如列如下。好，各位，这个任腊别啊，就是任腊啊，他是近代啊前一辈和我老师一辈啊，差不多的一位学者啊。他呢，字因为那就那一言，对不对啊？所嘴巴说话呢，这个并不是很利落，他就自己称为怎么样？哎，钟敏，所以字叫钟敏啊。这个古人啊，近人老一辈的都有名有字，名和字是互相解释。解释的方式有正面的解释，也有怎么样反面的衬托。像韩愈，对不对啊？愈是怎么样？他叫退字啊。欧阳修，修就长而美，所以叫咏俗，对吧？咏俗也是美啊。啊，苏东坡名士。因为孔子经过陈国的时候，坐在车上曾经平视为礼。古人呢，要向人行礼，要目视对方，
所以它叫指瞻室，就是在车室那个横杆上指瞻，哦，类似这个就是这个郑成功名声，所以叫大墓哈，大墓这个都是含义名义退之，就反过来，我们人那边人那，他是中民啊，那么他的号呢叫阿北，因为他自己最得意的就是说他对于北宋词和北曲的研究啊，所以叫阿北。他晚年呢、啊、有两个书，他晚年呢、啊、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唐代的戏曲，唐戏弄，还有唐生书。生书就是和音乐有关的这个韵文啊。唐戏弄，他认为中国的戏曲在唐代已经发展到全能的戏曲，全能的戏曲就是已经完全成立了，在他这个书里面。他全能戏曲的指标就是踏窑梁。那因为我写这篇文章，我也写了参军戏，都是他研究的范围。我在开头都说任阿北先生给我写很多的启示，其实最大的启示是什么，他的资料收集的非常细密完整啊，几乎使我不必再找新资料。可问题我和他运用资料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和他产生的结论差别很大啊。你看他说全能剧，我在这里开宗明义就说他怎么样，还是小戏，对不对？还是小戏。这个道理各位就可以看出他没有先把戏曲怎么样小戏大戏定位，他没有啊。第二呢，他不知道小戏啊和大戏有相同的元素，但是元素的直性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他只是说踏窑梁有很多元素，戏曲具备的元素他都有了，所以他就完成了。可是他那个是粗糙的，对不对啊？他只是个粗糙的，而大戏是艺术性高的。你们都知道，同样歌唱，唱山歌和唱昆曲一样不一样啊？啊，同样跳舞，原住民的那个什么篝火晚会的那手拉手的跳舞，和林怀民的舞一样不一样？和昆曲的舞一样不一样？他没有弄清楚这中间的差别，所以有误判。我写这个的时候是在1989年以前或者更早，参军戏也一样。他那时候呢，90岁左右了。我在香港大学教书。叶长海写了两封信给我，说希望我到扬州去开会，那时候两岸通的、我被热情，他说尤其呢任阿北先生很希望我去，我果然呢在盛情之下就去了。可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老人痴呆症了，92岁，我去的时候已经他92岁。我虽然坐在他的旁边、和他说话，他都没什么反应。不过后来他的学生告诉我说，幸好他那时候老人痴呆症了。为什么？
因为凡有人批评他唐戏弄的，他都不共戴天。他找我去就是要当面和我这个什么的，有这样有趣的事情啊。那这个你看，你们曾老师的处理的方法呢？我是相关的原始资料如列如下。各位一翻有多少条啊？有十一条，对不对啊？有十一条。那么这个十一条说完了以后，各位看第三页，我就根据这十一条资料综合分析探讨。我也相信经过这样的十一条资料所探讨出的大遥两的小系的形态和它变化的来龙去脉，自然就怎么样就出来了啊。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再往下来探讨这个什么呢，前后这个定位了前边的这个什么唐代这个太遥梁以前的汉代的脚底戏啊，和后来的历代的地方小戏，就可以拉拢起来。所以我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是很笨，但是很直实啊，可以这个什么呢？验证，可以上下验证。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等一下我们再把它要点提一提啊，各位回去呢再读一下，那么就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完整的概念。下礼拜啊我们就谈参军系啊，再把它参军系啊。各位，我们来看这个资料啊。第一个是唐代教坊记，他说的是太遥梁，这个遥是言字边的。宋代的曾肇的列说也是太遥梁啊。第三第二页的唐代的月史啊，里边说的是太遥梁，那个遥就怎么样，摇动的摇了啊。然后太平广记的也是摇动的摇。第六条啊，后进的也是摇动的摇。第七呢，这个是他又不叫这太遥梁啊，他就囊在囊中的啊，在中囊，他这是中囊，囊中变中囊了。哎，第八条呢就叫苏趴戏了，叫苏趴了，但内容都差不多啊。然后第九条，明代的呢又叫做苏囊中戏了啊。第十条，第十条呢，就叫谭荣梁了，哦，叫谭荣梁。第十一条呢，也叫谭荣梁。所以光名词就有太遥梁，一个言字边的遥，手提边的遥，又苏中郎、苏郎中、苏趴戏。还有谭荣梁这几个名词啊。好，你看我是怎么给他分析，那个你把它读一下。以上十一条资料，首三条为太遥梁，四至六条为太遥梁，七至九条为苏中郎，末二条为谭荣梁。
其中八条之苏趴戏与九条之苏郎中戏，其实皆同七条之苏中郎，故合并为一。这四个戏剧名目，太姚娘与太姚娘应同属一物。苏中郎与太姚娘从乐府杂录与乐书并列为二看来，显然为不同的两句，但其间必有血缘关系。谭荣娘则是由太姚娘进一步发展的唐代新剧，它可以向常飞跃所咏以戏剧形式演出，也可以向郭山云传所记以单纯舞蹈演出。教坊继续文称明皇为玄宗，书成当在肃宗宝庆元年明皇去世以后，而内容则以开元天宝监视为主。刘宾客家话录为伪寻于穆宗长庆元年，炫吧，炫伪炫于穆宗长庆元年，从刘禹锡学于白帝承继记刘所谈之书。乐府杂录称李演为西宗，又续文末自属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考西宗卒于文德元年。新唐书八十九段段志玄传，末附段安杰传，安杰前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度曲，则此书之著成不会早于昭宗乾宁间。太平御览五七三所引未见于今本乐府杂录，其文字则与旧唐书几乎相同。如果不是乐府杂录即有太姚娘下有脱简，则是御览根据旧唐书而来。但无论如何，他们系属同源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源的根也许就是佳话录。很显然的，教坊记是太姚娘的最早记录，而佳话录则是太姚娘的原始记载。教坊记的时代早于佳话录，其间所记除详略有别外，最大的差异是故事发生的时代，一在北齐，一在隋末，剧目一座窑一座窑，故事发生的时代之早晚虽传闻异词，但参以苏中郎之起于北周，隋成北齐北周之后，应以北齐较为可信。剧目作踏窑，因为也时且步且歌之故，其以踏应步以窑应歌甚为明显，而作踏窑亦有折窑顿其身之语相呼应，可见踏窑皆能自圆其说。然而比翼以为，教坊记时代最早则原本应作踏窑为是，后来因为窑音同，则此句身段以窑顿为特色，终至夺珠。夺珠就是窑洞的窑，取什么代之啊？取言字边的代之啊，终至夺珠是这个意思。好，通俗文学之讹辩往往如此，其例甚多。至于乐书之习乐府杂录，通雅更习乐书，亦显明可见。其所以将中郎译为郎中，可能有如下三端：其一，陈阳所见之乐府杂录正作郎中，与今传本不同；其二，中郎、郎中皆官名，容易混淆；其三，陈阳一事中被太姚娘之郎中所影响的缘故。苏中郎之所以因别于太姚娘，乃因没有歌唱折入独舞，止于单人歌舞剧，与太姚娘之为多角歌舞小戏不同。而其所以有血缘关系者，盖同属一事，而一在北齐，一在北周，地域有别，言法自异。以及北周所重在武，以丈夫为主角；北齐所重在剧，以妻为主角。其例有如资料第十条所云：
工部尚书张习在宫廷为谭荣娘舞所重在舞，而常飞月所咏之伎在谨言献艺所重在句，其间很难辨别孰先孰后与何者为根何者为叶，因为固然有由舞发展成为句的状况，但也有由句中截取部分而为舞的情形。好，各位，这个就是说对这些资料我们先给它分作三个类型，然后资料里边哪一个最早，哪一个程序什么，先给它洗清，把它弄清楚，这样才能够呢，定位它的时代，还有为什么会剧目变化的缘故。接着呢，我们再讨论到这个戏的发展的情形有两个阶段。好，你再把它念一下。纵观太姚娘发展的情形，大概有前后两个阶段。其前一阶段在北齐，是河北的地方戏，特色为男扮女装，主题在表现醉酒的丈夫和受委屈的太太之间的争执，大约分两场，首场太太行歌，次场夫妻殴斗，以此引发观众的笑乐。这时的剧名叫《踏窑娘》，男主角叫郎中。后一阶段在盛唐以后或更早的初唐，特色为妇女主演，情节加上典故，可能指的是妻典当沽酒，因此人物也增加一位管理当铺的人，情节增多为三场，可能重在诙谐调笑，甚至涉及淫荡，所以只去大意。这时的男主角改称阿叔子，剧名有的还叫踏窑娘，有的讹变为踏窑娘，而通行的名称是谭荣娘。谭荣可能也是由踏窑因转讹变过来的，如果勉强解释的话，那么谭指冰白歌唱，荣指姿态动作，同样是描摹其表演的语词。此时的谭荣娘不止流行民间，而且也进入宫廷，任半堂把踏窑娘看作全能剧，只演故事，而兼备音乐、歌唱、舞蹈、表演、说白五种技艺。此剧情节虽然简单，但时以字句首尾，合乎戏剧的要件。《旧唐书》所谓何硕演其曲而披之管弦管，教坊记所谓每一碟，都可以看出用的是民间音乐。教坊记所谓入场行歌，旁人齐声喝之，且步且歌。佳话录所谓凄美而善歌，美为悲怨之声。旧唐书所谓凄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词。玉兰所谓自歌为怨苦之词，常飞月所谓歌要齐声喝，都可以看出乡土歌谣和帮腔，而且是代言体。教坊记所谓行歌之行，且步且歌之步，佳话录所谓则摇顿其声，旧唐书所谓每摇顿其声，常飞月所谓翻身舞锦言，都可以看出是地方风俗性的舞蹈。教坊记所谓做殴斗之状，常飞月所谓举手整花店，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莲，都可以看出表演的身段。教坊记所谓称冤，旧唐书所谓悲诉，常飞月所谓秦娇细雨船，都可以看出冰白，而且是代言体。教坊记所谓丈夫着妇人衣，常飞月所谓花钿，以及与之有血缘关系的苏中郎之着飞戴帽面正赤，都可以看出其装扮。佳话录所谓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假面一般都认为是面具，任半堂则以为是面部
化妆作美妇之容。就此句而言，言之成理，但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演法，男扮女装戴美妇面具，两说并存可也。教坊即所谓入场的场，应当是除地为场的场，指的是平地上的表演区。常飞跃所谓的五言，应当犹如今日之渠书，是铺在地上或台上的毯子，一座表演区。常诗又云：马为行处扎，人鸭看场圆。则此五言，如果不是铺在平地的场上，也要铺在四面都没有遮拦的平台，即所谓舞姬之上，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周匝成圆。由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踏窑娘已是十足的民间歌舞戏，仍是给予全能剧的肯定是极有道理的。再由常诗所咏仔细推敲，此剧演进到谭荣娘的阶段，在表演艺术上是非常细腻的，观众的反应也是非常热烈的。好，各位，像这里边呢，是不是合乎了我们所谓互补有无啊？把每个资料所记载的相近似的，我们把它连缀在一起啊，互按原文就清清楚楚。啊，这个戏的演出的情况，啊，我们也可以说把它铺叙的非常缜密。像这样的文字写法，各位叫做扎实，啊，扎实的意思就是每句话都有来历，都有确实的证据，啊，我说这个。这个任阿北先生全能剧啊，说他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全能剧和我所说的全能剧意义上是不一样。他的全能剧的意思就戏曲到发展完成，那我所说的全能剧呢，就是说具备的这个什么戏曲条件已经相当的多了啊，相当多了，但是。中间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还是民间比较粗糙的，啊，还没有发展到我们大戏的这个情况。因为当时候呢，我各位想想，这是距离现在多少年了？大概我三四十岁时候写的，啊，所以对接近九十岁的人，总要留一些分寸啊，没有。没有说，他都已经不高兴了，何况在，但我写的那个大概参军戏，他看得更不高兴一点，可是任阿北先生呢，他自学啊，却是非常的深入，可是到了晚年呢，我读他的书啊，读不太下去。我的朋友呢和我聊起来，他说他们都说哦，你能把它看完啊，那了不起啊。我说啊，因为呢我佩服他引用的资料，因为从他的资料里边啊，我又可以发现许多新的东西，我不必再去追根溯源，就可以这个唾手可得啊。我是佩服他这一点。因为他到晚年了，你们如果读的话，他细到无微不至。可是说到后来，又从这个钻牛角尖，又反过来否定他前面自己说的，这种这个反复很多，啊，所以他一个唐代的那个唐戏两大册啊，大概100几十万字，100多万字，啊，非常的细。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四五岁、十岁所写的东西，就清楚、简要。这不知道进步还退步，各位自己想想看。
在那个工艺生当然进步，可是在呈现方面呢，他反而啰里吧嗦了，啰里吧嗦。这个文章是要引人入胜，过于简略而空洞无物当然不行，过于琐碎。我有一个学生啊，哇，什么都说啊，结果呢，看不出什么重点来。你打个比方说要介绍台湾的鸽子戏团，是不是要说哪个顶尖的戏团，或者哪一个类型剧团以谁为代表，对不对啊？啊，这个类型啊，家族剧团以这个什么棉花园为代表，特色是什么？啊，南部的日光啊，这个什么中部的这个新和星也相同啊，他们几代，他们几代，简单一说啊。那么这个乡土剧团哦，现在也出来一个什么？你们林鹤宇老师最喜欢那个叫谁啊？啊，秀琴啊，啊，哎，又出来个秀琴啊，类型老一辈的老艺人，守住在这个传统的。了琼枝，对不对啊？几个要点，可是呢，往往是什么呢？每一个剧团都介绍，而且，分量呢也没有多大差别。你看读这样的文章下来，每一个都照顾到了，有没有那个这个写作的他的观点在里边呢？他的掩饰在里边呢，就没有了。所以你叙述一个历史，当然你叙述的笔法，对不对啊？文采要引人入胜，可更重要的是什么呀？你的史事啊，历史的认知史事反映在你所编撰的这个历史里边呢，各位呢一样的，一样的。你写个散文的一样，你这个散文你要表达什么样子，你要用什么语言动人，你要给什么思想理念来传达给别人，这才是重要的。好，下边这个呢，我们呢暂且啊就不去提它了啊，也就是说啊，我对于这个戏曲史啊，戏曲的这一些研究啊，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概念啊和脉络。像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小戏的脉络啊，小戏的脉络。从先秦我们考察的戏剧戏曲小戏啊，然后呢到这三个类型，这是唐代以前三个类型，唐代以后就分作两大类型啊。哪两大类型呢？一个是宫廷小戏，一个是民间小戏，宗教的挪移小戏啊，我觉得呢，如果要把它分野出来也可以，那就是，近年呢、实行的挪戏与木莲戏，挪戏和木莲戏，但挪戏和木莲戏。它很难归纳在小戏系统里边，因为它发展的结果，在我看来，它是如何戏曲，小戏、戏曲、大戏、宗教、民俗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它的演出啊。是可以拼凑的，拼凑的，
在一个这个什么宗教仪式的场合里边，他为了吸引观众，有时候就抓一些小戏来演给大家看，有时候又抓一些什么呀大戏的折子戏来给你看看，有时候又加入杂耍特技啊，有时候加上一些民俗。什么叫民俗呢？打个比说，哎，里边有那个结婚的这个情节了，他就把结婚的礼俗融入进去，让这个什么，而且剧场是什么，可以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新郎骑马，对不对啊？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那在新娘那边呢，可以在院子里边，姑啊，这个新娘的姑姑嫂嫂啊，左邻右舍的女伴在那边唱哭嫁歌，可以从下午唱到晚上，啊，类似这样子。所以呢，那木莲戏就是以木莲救母的故事为核心，但是也融入这些。傩戏呢，是在一个傩仪的场合里边，也是柔和的，嗯，柔和的，所以他呢，凭良心说啊，他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或者故事，然后杂伴着这些什么呀，戏曲的表演来。这个民众群体同乐，所以啊，在宋代《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戏曲学者都觉得很奇怪。他说啊，在东京，就是现在开封啊，从农历的这个几号到几号，好像到十五号。我算一算，大概有七八天演出木莲戏。你看，有七八天演出木莲戏，因此有学者说，可见这样可以演七八天的戏剧，是大型的大戏了。所以在北宋《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是什么时代啊？北宋徽宗年间的那个事情。所以。大戏的完成在北宋就有了。我最近呢也写了一篇文章，也觉得中国大戏的完成不应当晚至这个南宋，但是证据太少，所以还没有推翻我自己的南宋中叶的这个理论。但是我附录说，从这些资料，它的可能性，但是证据不足，啊，提出一个端绪来。但如果从这一段来说，《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是徽宗崇宁间，是宋徽宗，各位知道对不对啊？那个写《瘦金体》的那个宋徽宗。有可以演出七八天的木莲戏，这大戏一定是完成了。可是各位如果看明代啊，有一个戏叫做《木莲戏文》，它里边呢，里边的演出啊，就是杂耍特技都融这个什么混合在一起。把木莲故事的这个演技融入这些，哎，在1993年吧，我去做四川做田野这个考察，就在四川的绵阳县看过一场木莲戏的演出。有个舞台就演出我们所知道的木莲救母的故事，比如说
他的母亲德雷亚，就给和尚吃什么？吃狗肉，对不对啊？也会。那么演出他母亲在招待宾客的场景，舞台底下真的摆了一桌一桌的，一桌一桌的酒席耶。我们也就在那么吃酒席呀、啊，我们也变成剧中人物啊，啊。然后呢，又有什么妖魔鬼怪要出来抓他父母亲，对不对啊？从那个庙里边就冲出，拿着这个钢叉，拿着什么就跳出来了，啊！所以他的舞台呢，是可以比西方的更不同的场景。好，接着呢，有一场是要迎亲。迎亲新郎就骑马，我们就走在后边跟新郎这样走，走到新娘家里，新娘家里的院子里面，就刚才我说的，已经在他们仓库架歌了。你把这些呢民俗，所以我才说它融合宗教、民俗、杂技、戏曲，有时候这个什么王婆骂鸡也出来逗逗笑。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杂烩，这些啊，它其实都是截取什么呀？已经现成的戏曲来娱乐观众，现成的杂耍特技来凑合。所以我想，这是应当比较特殊的一种例子。所以只好给它独立出来，傩戏或者木莲戏。傩戏我在贵州啊就看过，那他在这个傩堂里边呢，这个演出啊就会有傩公傩母出来，然后呢也会把一些当地的秧歌小戏或者什么就插入进去。在仪式里边的中间插入进去，让大家看。我写过一篇叫做《宗教与戏曲的关系》，对不对？那个当然了，我那个并不写得很完整，因为啊，宗教与戏曲的关系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现象，我都把它写进来。你看，我们台湾在这个寺庙里边呢，神的生日，那个庙厅，就寺庙前边的大广场，都会集合乡镇里边的各色各类的。表演艺术团体，我有个录影带，叫民间剧场，里边许多的表演就是从这个样出来的，有个名词。社，各位知道社就是管土地的神呐、那寺庙里边，火就是他迎神赛会，这个火就是由古代的篝火，篝火会写吗？这篝火啊，其实就是非常古老一种燎。这个燎呢，一定要木材，所以呢，有时候燎祭，也就是烧木材，
这个构式上也是木材的意思啊，就是堆一堆木材，然后点火，大家围绕这个什么呀？这个柴火，因为古代啊，觉得这个火可以祭天，所以你们研究甲骨文的同学一定知道，有时候燎燎祭，甲骨文就有了，很古老的。我在卑南族那边，也和陈其禄先生去参加过他们的篝火晚会。这个山地姑娘呢，围了一圈在那边跳，反正就是脚这伸下来就踢来踢去的那种，拉着手。我在那旁边看，两个山地姑娘就把我拉下去，要我跳。可是呢，很丢脸，人抬右脚，我就抬左脚，人家脚往前踢，我就往后仰，结果呢，转了两圈就被甩出来，说：“哎呀，比木头还糟糕，教不会。”我真是没有这种韵律感。可是喝酒以后啊，就天然了。有一次在日月潭，啊，大家喝的差不多，在乱跳，哎，我居然有节奏了，很奇怪。还有一次在基诺山，基诺山呢，就是在这个云南啊，云南一个基诺山，只有一万多啊，那少数民族，就是那一组就有在基诺山，也参加过他们的篝火晚会，所以你看这个文化的传承啊，后来有寺庙，被转到寺庙前边。那民间的所有表演艺术都会荟萃在那边，所以篝火或者是社火里边的这种表演艺术是原始的啊，他们呢会在那边互相这个观摩表演。可是为什么他们一直维系这样的形态呢？因为没有推手，没有人把它组合起来推手，必须要等到我们将来要讲的宋代的瓦舍郭兰，瓦舍郭兰才有歌妓，有苏慧才人做推手，戏曲大戏才完成。所以像傩戏、木莲戏已经开始各种艺术怎么样交错糅杂，可是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有机体呀？没有，是一种这个杂里杂八的这种组成啊，组成。那么如果说从小戏，宫廷小戏这个立场和民间小戏，而不管这个傩戏、木莲戏这个系统的话，那么他的演进就很清楚，很清楚啊。我们呢，下一次呢，参军戏可以到宋杂剧金燕本啊，然后融入大戏里边。融入的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整个小戏融进在大戏里边，插入性。第一种是容易把它梳理的插入性。第二种就融入在里边成为一体的融入性，然后还会怎么样？碎变转型，变成象征。各位，我所说的这就是系统性，系统性。都在宫廷幽灵之下变化延伸。既然有变化，
它就会有不同的面貌，但是百变怎么样，会不离其宗，那个宗会锁住。民间小戏，像太遥梁这个系统，唐代以后的宋代，它就宋杂剧里边的民间成分，这杂班、扭园子，到这个什么明代的过景戏，清代以后的地方小戏，北方的秧歌戏，南方的什么呀？这个花鼓戏、采茶戏和花灯戏，我们台湾的丑扮落地潮、鸽子戏、采茶、三角采茶戏，还有福建、闽南、台湾都有的竹马戏，台湾很盛行的车鼓戏，都是这个系统啊。那么小戏呢，如果我们这样把它观察下来，它的直线，它的艺术的这个呈现方式等等就清楚。这是我们下个礼拜啊探讨的问题。